那个铁锤想跟我们分享什么呢？是这样的，就是我最近做了一件傻事，就是如果让我们主管知道了，我可能见不到明天的太阳。你来讲一下什么傻事，我们告诉你的主管。就是上周末我姐拿回了一些茶叶，我当时在床上玩手机，就没注意到茶叶长什么样。等我泡这个茶包的时候，正好我们主管当时也在旁边，然后我就给我们主管分享了。我当时喝着这个茶叶有点苦，然后我就正好和我姐聊天嘛，然后我就跟她说，我说你这个茶叶稍微有点苦，然后我姐就跟我说你是不是掰多了。但是当时我就觉得有点不对劲，因为我这是一个茶包，怎么少放一点？我就拍照给我姐发过去了，结果就被我姐骂了。我姐说你有病啊，这是我泡脚包，你是不是心眼？我的嘴已经开始发苦了，我当时就赶紧去查和泡脚包会不会怎么样。等我准备去告诉我的主管，我就发现他的杯子里已经空了。我们主管觉得挺好喝，他又来管我要来了，所以我现在该怎么办？要不要告诉他其实喝的是一个泡脚包？哎呀，铁锤啊！